我是妞妞，我是妞爸，是妞妈。我们的《妞妞放学去》第二季终于要上线啦！主要这次的内容是在学校的生活。这一次啊，就是在角色上也有做了很多变化，像是妞爸就变胖，对，爸爸你会胖嘞？没有，我很瘦。因为上一集观众都说你很小，因为你太瘦了。要再画胖，然后学卷也有变胖，对，然后人物也有做稍微细微的一些微调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哟。主要这次他们的学校生活多了新的同学，而且在角色里面也有其他 YouTube 的配音哦。那你们知道看到底是谁有来帮我们配音？对，然后我们就是下周五8月23号之后，每周五晚上7点准时都会发布。那我们来抢先看一下我们的精彩预告吧。Let's go！妞妞放学去第二季开学喽！这是跟着妞妞前进校园，和有趣的同学们玩在一块。除了善良可爱的妞妞，我来了！还有孩子王小威和捣蛋鬼小凯，谁怕谁？背毛腿小鱼，哎，好吧。管家婆芊芊，都给我回座位坐好。和小书呆小兵，我竟然不是第一名。更有热血的陈老师，我太感动了。想知道妞妞的校园生活会发生什么趣事吗？敬请锁定8月23日起，每周五晚上7点的《妞妞放学去》。大家想不想知道妞妞放学去的动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呢？我也很想知道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画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动画是怎么做成的咯。 Go！ 就是这里，下次去看看咯。Hello！ Hello！ 今天要来参观看看妞妞放学去是怎么完成的。那请依布姐姐帮我们介绍。来，请依布姐姐。所以首先这个是背景的部分吗？对，这边是背景的部分。然后它当然会是想象。这个是妞妞的学校，就是搭配建筑的实景跟其他的小朋友特别拍的地方可以钻进去，整个学校的样子。是司令台的部分，广操场，对，就是在往旁边拉，这是第六集会出现的抢夺游乐场的部分，对对对，这是他们第四集的时候会就是保健室的外，在保健室打针，对，我们连门牌都有，非常 detail， 非常当比例，就是他们在这个校园的空间里面的时候，就是大家呈现的。所以就到时候他们坐着打的哦，对对，妞妞的教室，就是所有学生的课桌椅，然后还有桌面上的一些课本，然后我们好像有一集的话会是做史莱姆大战，会让分组，对，会进行一个分组，这是妞妞的班级。老师不在空中，老师没在空中，老师在空中。这是妞妞放学去你的家，这边是客厅，然后还有大家的画像。客厅会非常常出现在动画里面，对，很尖。旁边有妈妈的，发现有妈妈的照片，有妈妈的照片，还有书柜耶，这边的照片。我这边应该就是通往大家的卧室了。对，我们的背景基本上就是从这些模组里面去拍照，然后就直接放在后面。所以其实即使是画平面动画，还是要做这些 3D 的建模。对，要不然会画到死。这次多了好多人哦，而且妞爸变胖了，这样比较像他。这个才是真正妞爸的身材。你看第一季太苗条了，然后动画也是可以修图的，这比较符合实际啊。原本是在那动画修图后就变成，这个是新的，这是旧的。哦，有屁股变大。我们都有把大家的脸跟哦有改变一些，圆一点，对，比较可爱。第一季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是第二季时候的样子，这是第一代的二代，对，然后这个是二代的，腿比较粗。哦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腿比较粗哦，更像你。应该是你进
点跑步跑比较多，所以腿变粗了，有各种的角度、欸、我所有的对，它会有一些，就是里面有很多眼睛跟嘴巴，那我们就是会直接把它拿来用上。所以你看你的头是这样子放上去的，看他们开始讲话了。你讲了什么？你讲了什么？不知道。有很好玩的感觉。我是牛爸，对啊，各种角度，跟牛爸谈一下。啊，好玩哦。对呀、啊，好好玩哦。怎么没有手？先去看身体。走。但这里有妞妞放学去的手绘耶。是谁画的呢？他们有很多身体。啊、哦。对，就是我们每次每一集在画身体的时候，就把它抽下来。然后就是有点像那个拼图一样吧。对对对。身体跟头拼在一起。新的我们就会把它拼上。哦。脚在动。会动哎。对啊，你看身体自己在动，没有头，头要拼上去，好厉害！你看，你看老师的动作好多哦。卷卷花卷。哦，卷卷花卷也有各种的头部表情。包括它的尾巴在扭动。都把它做成圆子，对。对，雪卷牛比较大，对不对？花卷是比较这种 S 型的。我们原本的动态脚本就只是这样子的线稿，然后再来我们就会把它的头啊，然后身体啊，一个一个拼上去，把它制作完。原本就是线稿。对，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再把身体会做描线上色，然后或者是把我们刚刚看到的身体原件拼上去，再来拼上去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些头也是都是从我们原有的那些头部原件拼上去的。这个在画它后面跑的时候，马尾在动的样子。蚕宝宝好可爱哦！它真的好可爱哦，会动的蚕宝宝。这是爬的。你看，这是爬行的蚕宝宝。可爱。被妞妞捡起来了。勇敢分享你的爱吧！这一周主动帮助同学或老师，就能拿到贴纸。拜拜，拜拜。